啊，你把别人都吓跑了。喂，那个包啊，笨，这是我的。啊？你就来一天，还带那么多东西？都是给你带的，香港买不到。走，到学校去。哎，先把东西放下。啊，不放学校，学校太远了。那我总不能一整天提着包走啊。就放学校吧，反正我想去看看。啊，不，我有个同学住附近，我暂时先放他那儿吧。那我跟你一块去。啊，不，你在这儿等我好了。喂，哎，老王，哎，老王，你现在在宿舍吗？哎，我有点东西想放你那儿，可以吗？换个姿势，太俗了。妈，难道？